又说愿语，这也是《悲华经》上的，所有众生若闻我声，这个声就是名，就是名号，发愿于生我世界者，这个世界就是极乐世界啊，我是阿弥陀佛自称，是诸众生临命终时悉令见我于诸大众前后围绕，我于二世入无一三昧，以三昧力故，在于其前而为说法，以闻法故，寻得断除一切苦恼，心大欢喜，其心喜故，得报天三昧，以三昧力故，令心得念即无生人，命中之后必生我界。这是世尊在《悲华经》上说的话。啊，这话不是假的。啊，说临终的状况，啊，佛来接引，你看得清，很清楚。啊，菩萨声闻围绕在佛的周边。啊，佛这个时候入定，这个定叫无一三昧。一是眼睛长病，看东西看不清楚。啊，无意是个好眼睛，没有生病。啊，也就是说，看得清楚，看得明白。啊，以三昧力呢，在这个人面前而为说法。啊，说什么法？这种关头。他说的话我们听见了，我们在哪里听见的？我们在海贤老和尚光碟里头听见的。我相信阿弥陀佛在这个时候所说的话跟海贤老和尚完全相同，那就是好好念佛，成佛是真的，其他都是假的。这个是最关键的时刻，最重要的一句话，不必说别的，别的啰嗦啊，直截了当啊，好好念佛，求生净土啊，成佛是真的，那其他的都是假的，假的统统要放下，不能再放在心上。啊，我相信，在这个是关键时刻，佛就说这句话。啊，海贤把这个信息投给我们了。啊。那么这个人以闻法故，寻得断除一切苦恼，真放下了。啊，听佛这么一说，真放下了。啊，一声佛号，念念相继。啊，心大欢喜，你看，其心喜故啊。得保天三昧啊，这个三昧力令心得念，就是你的正念，你的这个佛号念念不断啊，即无生人，
啊，什么叫无生人？一切法不生，一切法不灭，这是事实真相，诸法实相。人就是你同意了，认可了。为什么？你见到了，确实看到一切法不生不灭，这是什么现象？现代量子力学家看到了微中子，微中子是什么？是一切诸法的物质现象的根本。《金刚经》所说，整个宇宙一切万法一合相，那是一个东西组合起来的。这个一，佛经上叫极微色，极其微小的物质现象。把这个物质现象再把它分开，物质就没有了。它不能再分，一分就没有了。这么小的一个物质，整个宇宙都是这个物质组合的。它有多大？科学家给我们一个概念，其实我们对这概念的很模糊。科学家告诉我们，原子，把原子打破，发现的有原子核，有电子，有中子，这些东西组合成为原子。原子我们肉眼看不见，经上说阿罗汉的天眼能看到微尘，我们人间天人都不行，天人天眼，天人天眼见不到，它太小了，应该就是原子。原子打破了，你看到原子核、中子、电子，再把这些东西打破，看到了基本粒子，基本粒子还能打破。打破看到要夸克，夸克还可以打破，这打破叫微中子，微中子打破没有了，物质现象不见了，所有物质现象就这样组成的。我们今天对《金刚经》上所说的一合相有概念了。所以有概念呢，这概念呢不深，在日常生活当中没用到，就很可惜。怎么用法呢？万缘放下就用到了。为什么说它不生不灭？你说它生，它已经灭了；你说它灭，它又生了。前念灭，后念生，但是前念跟后念不是一念，不一样，念念都不一样。假的不是真的。它存在的时间多长呢？经上有弥勒菩萨跟释迦牟尼佛的对话。佛问弥勒，心有所念是凡夫，心里起个念头，
这个念头里头有多少微细念头，有多少个物质现象，有多少个念头生灭啊。弥勒菩萨讲一弹指有32亿8000年，这一弹指啊太短的时间了啊，一秒钟能弹多少次，有人告诉7次，我们今天是用秒做单位，一秒钟有多少个念头，这一弹指成七，32亿8000年成七，2240兆，单位是兆，2240兆，这就是不生不灭的意思啊！你不能说它有生，也不能说它有灭啊！它实在太短促了。你看一秒钟啊，2240兆次的生灭，我们怎么能够知道啊？谁知道呢？大乘经里佛常说八地以上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